请问有人吗？你找谁啊？您，请问您就是盲医吧？不是，我可没听说过。我打听过了，您就是从京城来的，没错。那你应该知道，我不给人瞧病。我求您救的是青州城梅家军的梅少将军啊，他可是因为剿匪眼睛失明。哼，你就是皇帝老子来了，我也不治。那您听说过匡扶正义的叶灵霞吗？这样的一位侠士，你也不救吗？不救就是不救。好了，你不用多说废话了，快走吧。我不会走的，您不答应我，我就一直在这里，直到您答应我为止。那随便你，但是不要打扰我的清修。放开，放开！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我不会放手的。那好吧，既然你愿意用性命去救那人，我也要看看你的诚意。我这儿有一瓶毒药，你喝了就会性命不保。你喝了毒药，我就为你去治那梅少将军的眼睛。说话算话。嗯。如果你治不好的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父亲，女儿不孝。杨玉珍来世再报。奖励啊，有啊。Thank you.
死我也愿意。我喝完了，你可以去救人了。有趣，有趣。这么些年，你是第一个肯喝这毒药的人。那好吧，我陪你走一趟。我就想问问，我死之前还有多长时间？我还能不能再见一见我的夫君和父亲？你走不走？你要不走，你是谁也见不到了。我看你跪了一夜，我给你喝的是我这么些年为自己做的补药，算你有福气。啊？你走不走？我走。走。父亲，我一夜未归是为了找这位大夫，他能治好世青的眼睛。啊？雪原，是个瞎子，郡主啊，他是先治好自己的眼睛吧？啊？你不能以貌取人，朕能不能行还得试过才知道。郡主啊，这就是有天大的事儿啊，咱也不能先乱了自己的阵脚，是不？你看看，你这找的都什么大夫呀？他的眼睛是被权贵所害，并非是医术不好。他要是医术高明，又怎么会被权贵所害呢？定是此人吹嘘自己的医术，又医坏了病人的眼睛，才会遭到报复，瞎了双眼。郡主，你还年轻，识人不清，容易被骗呢。父亲，您就让这位大夫试一试吧，好吗？郡主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这个人我来处理就好了。父亲，你也不相信我吗？郡主，你就听老爷的吧，啊。就让他为我治吧。医者为民心之道。世青，我们对他并不了解，万一……无妨，我相信他。好吧，那就让他试试吧。谢谢父亲。而眼睛如何了？小云，赶快去抓药吧。思恒，拿钱送他回去。是。哎，还我！我以为是什么灵丹妙药呢，就是些普通药材。看不到精妙之处，却说平平无奇。这位公子眼明心瞎，甚是可惜啊。你站住！爹，这药方。小云，赶快抓药。娘。哎呀。这位盲医是郡主让我去找的，一定没有问题。如果他治不好你的眼睛，我们就再去找别的大夫。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眼睛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你要是再晚回来一会儿，我就亲自去找你了。对不起，以后如果再有别的事情，我一定先找你商量，好吗？